来换鸡蛋、地瓜粉，然后扁鱼吧，扁鱼磨豆粉是。马蹄泡完就可以蛋，还有葱。那店都是你们自己一家人的做？是，主要是我跟我妈。这个算是同安咸安宴席上一道传统菜了。以前是有，但是上不了席酒，因为现在都是海鲜。今天做几斤？十多斤。每天都做十多斤吗？嗯。卖完就没了，反正晚到吃不到。嗯。开多少年了？三十几年。应该是你妈妈开始做的。我爷爷开始做。你是第三代，算祥安的老牌了。最早我爷爷开的是在街上，然后搬来上面，搬了两三次了。然后现在搬回自己家。对。猪碗牛，一头猪就一张。这个是猪肚子上那边一层膜。是。现在纱布原叫豆沙卷，现在菜市场买不到，因为太少了。是啊，所以大家都用那个豆皮。豆皮比较简单，猪肉比较大。猪碗油比较鲜，毕竟猪油的，而且猪碗油它更耐炒。现在很难做，麻酱这些都是做小吃的，竞争力很严。我公公以前在做，才没几家。说明咸安人比较懂得吃。你卖是怎么卖的？炸好一斤是35，没炸的吗？没炸的，没办法，你不会炸，炸了就会炸开，不好炸。不能一下子放下去吗？我看你是从边缘放下去的，要从那个边缘放下去，把那个口先定型，先定型，啊、哦，裂开。对，我要这样子分开来一条条，一锅就放个七八条这样。那一锅要炸多久？五分钟吧。这个你来炸，能炸好来吗？应该可以，应该，只能说应该。现在就是天天包，因为那些厨师嘛都、就是十几斤、二十几斤，定走掉。对，先炸一遍，然后客人要吃了再炸第二遍，是，不然没办法放，黏一起。今天炸的比较少，平时几点炸？差不多四五点。现在都是炸熟了，很多客人经过就会买，经常就是炸完就卖完。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味道很好。老顾客。这个是杜沙卷，你看包的馅料很多，然后这外面这皮全部是那个猪碗油。哇，外面是什么？很酥香，里面馅料软软的，然后有马蹄的清脆感，很香，当酱料吃。这个是沙茶酱，这个有醋有蒜，当酱料更解腻。试一下这个五香卷，这五香卷就放马蹄，然后里面猪肉放了很多。春卷，哇，不错，这里慢慢吃吧。